我觉得他超怪。我哪里怪？他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呢。你走出 ，Echo， 你不要没礼貌。那我国一有一次班会有一个同学举手说，可不可以把我赶到别的班去？后来那个人 ，I'm going to make him。什么东西？这是霸凌。It's Echo's amazing talk show. Would you like to listen to the uncensored talk show? Cli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for our podcast. Where's Andra? 去演讲了。Huh? Speech? Why is she having a speech and I'm still here? Because Echo 最近真的很不像吸血鬼王子哎。不像王子。Like, then how about this? No. How about this? No. How about this? 好像还是没有。I am the closest to a prince that you know that you can ever get. 不可能 ，impossible. 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是会有的。Princess, I should give you a call. 天哪，这就是我每天都在听的音乐，你感受到了吗？那个气场完全不一样，不同档次。If you like the video, make sure you click the like button and share and subscribe and also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And make sure you follow our LINE app to interact with us. Yes, see, me and him, we are the same, right? And actually, I am more authentically royal. No. You guys are the professional. I think I'll be your guest.This attitude, mukak sega, sugi, oi, kaka de koi, kochi de, kaka de koi. This time in the interview process, you have to complete the mission.称赞 Sandra， 等一下有点难。在访谈结束前，为三根手指头涂上指甲油。没有信心。还好。好，没问题，接受挑战，来吧。让我们欢迎 The Crane。Hello， 大家好，我是 Her The Crane。Echo， 你不要没礼貌，跟他打招呼。朋友吗？朋友吗？你不觉得其实间我们两个其实有某种程度的 similarity？ 我说其实是有，其实是有。你自己真心瞒着你的良心？没有，因为卷发的男生不多啊。我是出门前用的那个。哦，那个真的很好用，那个。我是用他说的那种卷发器吸住，对不对？吸住让他卷起来。这个有业配吗？没有。但是你今天没有指甲。我今天没有，对，我已经很久没有擦指甲油，因为觉得有点懒。其实我带 ，Do you mind？ Doesn't， I don't。OK。太明显，这好烂。这是第一个啊。是第一个吗？对啊。哦，掉土出来了。我手在抖。哎，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才是真正的 Prince。可是其实他的跟你的同质性，除了卷发以外，他的英文也不差。他的多益也快要满分了。你小时候是怎么学英文的？像那时候的补习班是不能讲中文这样，但其实大家都不会讲，所以大家都会用一些听起来很像中文的英文。我觉得那个多少会有点让你分泌，也就是求生的那个本能在那边。我自己是觉得说，我不喜欢背单词，我也背不起来。我只是想说整句话感觉起来好像是什么而已。我平常也是这样啊，结果怎么不一样？你只是犯错了比例比较多而已。但你不用失去对自己的自信。哦，谢谢你了。练习量差太多了。他刚刚是有一个目的性，因为他要写歌，比方说 Sandra 好 ，Sandra 老师的歌词也是很多都是英文的，他就会去研究说，比方说 Coldplay 唱出来会什么 feel， 然后他就会把那个 feel 带进去。这种东西从国中开始做到高中，做到大学，所以 Sandra 老师英文才会好啊，对啊。但我觉得就是这样听起来，你们两个真的是人设差很多。那你的话就是有一些可能需要优化的地方。你还没有听过我的音乐吧？
我有听过啊，思思妹，思思妹。Yeah, say something. Huh? 你已经打了，这是结果，这是第二个，对不对？哦，抓包失败，烦死。那说真的，你会听英文歌吗？很常。听了也没用啊。那是你，那我在问他，你走开。我那时候就自己在写歌，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写。就是写歌的过程中，我想要揣摩一个比较，我觉得这个有妥瑞症。嗯，那我猜这是假的。这个只是在绑个鞋带而已。输了，也太困难了吧？有没有发现到我第一个出卖自己是一件很高招的事情？隐藏着无穷力量的美景Talker，在我面前显示你真正的力量吧！现在由美景Talker秀主持人之名命令你封印解除。美景Talker，请倾听我的一语，有一万名全球家教、百万名学生、台钢最大的您，肯定能够垂怜我这小小的请求吧。先上一堂体验课，再决定购买课程。上课的时间、地点、内容都能自己选择。我内心黑暗正在暗潮涌动，无法决定方向。AI 配对，帮你找到最适合的老师。这耀眼的光辉，精密而又强大的力量啊！什么学科都找得到，像是数学、国文、化学，都有专业老师提供可视化的课程。Amazing Talker，请让你的光照耀于我身吧！释放你全部的力量吧！点击留言领取限时300元的折价券。他的专辑的名称叫做 Talent。为什么要叫 Talent？ 看到 Talent 这个名字，应该会觉得我在炫耀了。但其实我要讲的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培养出来的直觉。所以其实是努力，其实在讲努力。然后我喜欢这种反差萌了。认真的男人很帅啊，听没别？你说跟你不一样吗？没有，我现在认真的觉得，以后还是让他专心当制作人就好了。好哦。我们两个的怪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就是活在自己的世界。我哪里怪了？我觉得他超怪。所以各位同学，当你们想要讲说啊你好奇怪的时候，不要用 strange 或是 weird 的这种很负面的字，你要讲 eccentric， 就是你跟我想的正常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样是好的。你很奇耶。对对对对，然后。Unusual 也是成长人，嗯，为什么 Unusual 不是不特别吗？没有， Unusual 是普通啊。哦， Unusual 是不寻常的意思，它可以拿来成长人，像比方说他的音乐 It's unusual， 非凡，非凡这样，然后再更上去，你要非凡的话 Extraordinary。 哦，超尬。我觉得可以三个分享自己最怪的一件事情。欸，我有跟你说过吗？我国一有一次班会的时候，老师说临时动议有什么，然后就有一个同学举手说他们可不可以把我赶到别的班去。什么东西？这是霸凌，而且全班人还附议。后来那个人在国二之后变成我最好的朋友。我没有生气，我没有怎么样，我是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就觉得给我一个新的课题。 OK， 好，反正学校的功课很简单的。 Then next challenge I'm going to make him my bitch。 好好励志的故事，老师。好啦，其实我是全公司最爱骂脏话的人啦。他教小孩的方式超奇怪的，他会跟他小孩一起互教脏话，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教起来，他的小孩还是依然很有礼貌。啊 ，It's weird。我觉得我会被抓去心理。啊，换你了啦。他很龟毛，他的龟毛比他想象中要大。哦，自己没有自觉 ，not self conscious。还是我们来直接演练一次。好啊好啊好啊，我说笑笑的打你一巴掌。没有，对不起，我不敢。我不敢用天秤座办不到。那你们可以演练一次你的情境啊，怪的情境。我其实也很肯定就是你在这个团队里面的贡献，然后我知道你付出很多，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也许这不是你的专长。这言下之意就是看你还是三小了。你不是更直接吗？他在上课都会骂他的学生。靠腰啊，对，我上课会直接骂学生。因为我的主要的客群就是抖 M。 嗯，
好像是你这样讲有道理。他们真的很爽的，大家都爽，他们爽我也爽，他们进步我收钱。好、哦，我其实是抖 M。我也很喜欢你，其实也是懂，所以我从小就是被骂，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被骂的时候，哦，哦，好开心啊！嗯，怎么连这种东西都会错哈？我很喜欢听这种话，哇、哦，会有会对，嗯。好了，我们先玩游戏，对，可以玩游戏。今天会有一个九宫格，然后每一题都会有一个谜语，最快连成一条线的人就赢了。现在开始，好。我们现在的游戏时间 ，Echo 来当第一个。啊？什么 ？OK， 好了。精华，本片精华。好，换喝，换你，换你。处理一下正中间的这个，这样如果还射不中，那我真的是。落塞，落塞，落塞，落干。Okay. 好。We need to know if Annie is okay. Michael Jackson.Smooth criminal. 对的，答对。Any are you walking? Are you walking? 太厉害了吧 ！Any are you walking? What is your name? Are you walking? 唱。啊，刚刚不是讲很大声吗？不是刚刚还在当老师吗？OK. Go. 他还是射不出去。Wow, 也太厉害了吧！到底为什么 ？No matter where you are, what you're doing, or who you're with. Oh, 又是我的歌，是吗？是不介意吗？oh. 我只想听见你的声音，其他不在意。我只想抱着你的身体，其他不在意。外面的世界再多拥挤。我也不介意，不介意人情世故，季节更替。啊，靠！很厉害呢。哇哦！哎呦，这样子应该有。没用啊，我们要玩到没过几年。我不能接受一个这么不公平的比赛，所以我要让我这一票弃权。什么东西？我有好有风度，真不愧是王子。哎呦，音效。哈，好了，算你中，算你中。来 ，One without eyes and one without tail， 三只老虎。啊，两只老虎。两只老虎，只有两只。哦，感谢感谢，哇，那是我哎、欸。哦，有支援到的。我跟 Echo 可以同一队吗？我们这样子感觉才有胜算。你是主持人对。一个四啊啊啊！好，积分变的机会。对呀，还有 I'm born with talent， 他的歌更想打，想打哦，因为哦 ，Natural Ability 是我专辑中的第一首歌，也是一首在致敬七零年代 Motown 灵魂乐的一个风格。被你说准备，哎呦！一定要中四号了。哎呦，六跟九没赢。我蛮喜欢这个数字的。嗯，我觉得还好。69，69，69，这个 69， 这个好像是不用学哦。哎呦，帮我后置那个拍手。This guy spits out word faster than I can hear. Made him a legend, Eminem.Rap God， 干你好强哦！就这样 ，Rap God。我们就是一个人负责射箭，一个人负责猜题。Echo， 我们要反败为胜了。好，你要好。对。我开始怀疑这是节目效果。你对着对着镜头说，你刚刚是真心的吗？真心的，不知道为什么。哎呦！
If you jump, spin and close your eyes, watch at once. 这怎么知道？旋转跳跃，我闭着眼。五秒。给他，给他。那我们俩是合在一起才赢他的，其实。今天是一个圆梦计划，非常的开心呢，就是我可以滥用我的特权，请来了我最喜欢的歌手。还好了，你的眼光也不算差，回去大家要好好的听 Talent， 已经发行了，非常推荐他的每一首歌都超级主打歌不介意。好，那今天就非常非常谢谢 Crane。我们现在真的越来越像搞笑节目。其实教书的时候还是很认真的、啊。我们两个人现在合开托福以及雅思的考试的班级。那你可以体验到学习英文的乐趣，还有挑战。想要一次考托福就上100分，雅思就7.0以上吗？只需要2个月密集的练习官方的考试教材，而且还有我们会帮你客制化口说的风格、写作的模板，而且还有独家的解题秘诀哦。阅读的时间一半，分数呢直接从3-4分跳到6-7分是有可能的。所以现在就按下方链接领取免费体验券，直接来跟我们对话，让我们亲自告诉你什么叫做高级的秘诀吧。那你要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贺这张专辑？你有听吗？有啊，有，没有听完，但是有听几首。那我今天先差不多吧，就差不多到这里。什么鬼？你会怎么形容？就是完美 ，perfect， 那是 perfection。那跟专业哪里不一样？不一样的英文是 different。哎呦，音效。我想要问你这个，因为你用到的形容是揣摩，他们就觉得说是不是要去背，大概了解就好，你不见得要一个一个字去研究它。Exactly。然后你可以不用猜小它的字面的意思是什么。真的假的 ？It's not。我们在讨论很认真的事情。我们刚刚真的是有共鸣的，不然不会这样子 high five。什么东西？我头好痛啊！